见咩介绍乜嘅度度观众朋友？根本呢个介绍系系搭带出去搞啊，里面带乜嘅东西进来？哦，带电路就出嘅系冇？唔错，就系带电路进来哦。唔讲系条电路吼，有乜嘅好买，有乜嘅好学，全部会问你三年。哦，冇乜事。Google 大神啊 ，Google。冇唔错，哦，唔该，手机嘅系嘛？手机嘅，手机嘅，手机真系太强方便。上网嘛系嘛？上网，上网，上网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听明白了吗？搜寻引擎就啲嘢。冇唔错，不过根本应该就唔是问 Google 大神哦。哦，唔是，根本以后我就直接抢到三位吼，带几条最喜欢的电路来到现场。这个票选的嘞，青菜都光有三种，青菜都带三啥都带三啥。网络票选嘞，啊，网络票选，没错。好，今日 TV 带落嘅伴手礼系嘛该的？大家好，我是 Diego， Hello， 我又来了，系啊系啊。今天啊，我要来介绍这个是我在逛街的时候看到，就是从我以前就国中就喝到现在。Are you sure you 嘛？系啊系啊系啊，我从第一代买到第二代。哦，该你今日带落嘅嘛该？嘿。绿茶，绿茶，绿茶，嘿嘿嘿，感觉哈咖你的早餐呐，哈咖你的早餐啊，对啊，跟你根本你抢到的两位嘿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克爱雷茶的创办人，我是庄碧芳，哇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克爱雷茶的第二代接班人，我叫小 J， 小 J， 对啊，因为我嘿，按多啊你哈咖绿茶，你怎么会介绍我们这个客家雷茶？因为我奶奶在逛老街的时候，就是喜欢在路边随便买。那我就觉得说，那我就是喝了就喝着喝没意思，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就看到他们是一间店面，嗯，然后就看到一间店面就有很就蛮就有两楼，然后它是冷了一气派，嘿嘿嘿，很气派，然后有冷气，那天气很热，我就走进去，我就看，哎，很多这些就是礼盒，然后一开始我当下一进去就没有马上买啊，我就先点了现场，就。很好喝，只是空的空有后续黑吗？有后续要买后续，而且它甜而不腻，甜而不腻，对，有饱足感。阿你有没有呛？阿你老啊，跟你创办人给我们介绍，阿你两杯擂茶，然后一般的擂茶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首先呢，这个是我们那个销售率第一名的那个抹茶口味，第一名的抹茶，抹茶口味，抹茶口味，一定还原味的吗？对。给他抹茶，然后擂茶茶都那边。我们的是在选茶，茶青的上面，我们用东方美人茶的茶青。嗯，我们选用春茶。美人茶。对，整年度的春茶下去做原料。哦，用春茶做原料，可以用春茶做诶，嘿最好诶，嘿嘛。嘿，它春茶做绿茶的话，因为春天的茶水。春天的雨水比较丰富，所以它的茶会比较不苦不涩，适合做抹茶。那夏天跟冬天怎么办？冬天那就不用做茶了。欧亚冬天，欧亚不是有夏天有什么茶吗？夏天就是我们做我们当地最特当地的特色东方美人茶。哦，夏天是东方美人茶吧？碰风茶是吗？碰风茶，碰风茶。嗯，可是那个价位听说不便宜，所以它是用高等的食材来做量的，高等的食材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买的原因。来，爹狗，你根本你准备了俩绿茶黑毛，要现场泡一杯。对啊，我就讲我平常在学校就怎么喝，因为就是像这些有很多种口味，这也是我买的原因。像我今天就示范这个玫瑰口味的，玫瑰，玫瑰口味，玫瑰口味。刚才的小 J 来介绍一下这玫瑰口味，来替拜了宽豆俩包装，好像跟以前几款是不某港款。嗯，对，这是我们用随身包的包装啦，就是一方面符合现在不管是年轻人啊，或者是上班族群啊，各个就是不管是在家或者是外出都非常适合啊。除了随身包除了方便以外，另外就是还有保鲜效果也非常好，保鲜效果非常好。对，因为它我们就是制作完以后，一般我们最开始用的包装是用夹链袋的。哦，夹链袋。对，但是夹链袋有一个。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会一直开关，而且风味会跑掉。对，你每开一次就是香味就会跑。那我们就是研发这种随身包，让我们香气可以保留在每一包里面。啊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阿尼利亚绿茶一包哈，大概要配用多少的水？然后温度有影响吗？有，温度的话，我们是要用100°C 的水。100°C。对。哦，滚的烧，滚的水就黑嘞。滚水哦。哦，滚滚水下去，露露的是做的嘞，露露就做的是的。嘿，该第一个料他做嘛会打开嘛个东西。我在打这个奶泡啊，就是我平常就喝啊，就是
单纯这样加水啊，嗯、我觉得不够营养，不够有味道，我再加一个奶泡，再加个奶泡，这样你是可以吗？可以，加鲜奶比较。加鲜奶，然后要打成奶泡啊，因为我要它们浮一层。嗯，哎呀哎呀。好，那你现在打好了吗？比较专业，打好了专业奶泡意思，我不用那个奶泡就浮到上面去了。然后对我现在就泡完了嘛，就是泡完在这边，然后你就把奶泡加进去。嗯、我们现在做那个玫瑰擂茶，加了鲜奶就变成拿铁。不要加太多啊！拿铁加太多，你就把奶味把我花玫瑰花的擂茶，对，闻一下味道，淡掉了，直接这样品尝就行了。直接喝了吗？你们可以喝了。哎、嗯，不开太高，去宽宽的呀。哦，走，来发财。汤匙，汤匙，来，好。哦、这个的话是我们里面有，他应该喝不完吧？也有配合。来来来 ，Simon， 你就去宽宽的，品尝。加了牛奶的那个玫瑰擂茶。玫瑰。擂茶跟外面买的擂茶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它加牛奶之后更顺口，哦，更顺口，然后玫瑰味道不会很抢眼、嗯，但是就是温温顺顺，温温顺顺很好喝，黑毛。睡前就得当早餐，睡前没做得学的哈。嘿、hey, ，走在好走在星期。听说这个磨有很多功夫的，很多功夫哦。对。嗯不过擂茶本身就是靠这个磨，因为擂本身就是研磨的意思。好，那首先要先磨什么？我们首先呢，我们有准备的食材有花生、芝麻跟茶叶三种。那我们先磨的呢，我们会优先选茶叶，茶叶会先磨，因为茶叶一方面它的细致度会影响你之后就是品尝的时候的口感，嗯，对，茶叶，所以我们茶叶先磨，我们比较看得到茶叶本身它磨的细致度如何。好，刚刚就捏下来吧，茶叶倒了，捏下都蛮。捏什么茶叶？我们用的是绿茶，绿茶，对，一般抹茶的绿茶哈，绿茶。来撒落去，捏下都蛮解啊，捏咋？这个呢，我们擂茶的工具，一个叫擂钵，这个钵管状的叫擂钵，擂钵里面有钵纹，对，钵纹。靠雷棒，这一支叫雷棒。雷棒是吗？哦，除非啦，除非该纹路啊。雷棒跟雷波摩擦，把材料磨碎，这样会好。对，研磨才可以把它磨得细啊，磨成粉。就是研磨的时候非常需要耐心，非常需要耐心，黑毛。所以我们叫擂茶，擂茶，不适合喝，不适合。那磨这个有一个技巧，因为一般磨太累了。平常都是要三四十分钟，所以我们研磨有一个技巧，就是一只手在上面，一只手在下面，上面不动，下面转圈。哦，上不动，下不动，哈。就磨，但不会磨挺痛了，但不会挺痛，带下挺痛脱。你是胸该倒马机的吗？倒马机要硬出力，金黑啊，其实还有技巧的哦。芝麻，好芝麻。这些都是特选品种，所以待会在磨的时候，大家可以闻到那芝麻很浓的香气。欸、我看磨的也不是很简单，有闻到味道了。对啊，它慢慢的，然后不是一下子就磨碎了。一粒一粒的，一粒一粒的，要把它下去磨成粉状哦。你刚刚有讲有那磨半小时，要磨到成膏状出油。那磨完以后，我们会加入我们的花生，花生也是这样子，花生也是在磨。皮条就嘎了皮了。啊，花生也是在磨。嗯，我们花生的话可以先镇压一下，我让你打碎是吗？对对对。传统的擂茶吃咸的，咸的哈梅，哈梅，哈梅来就没水果了哦。那就是花生、芝麻、茶叶下去研磨成膏状之后，热水冲进去，舀出来淋在饭上面拌饭吃。哦，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有米汤展示在上面，就是取代传统的米饭。哦，米饭的哦，那是米汤对的。那为了我们台湾人的身体上面，就是湿气比较重，台湾的气候。因素，所以我们体内湿气会比较重，我们就再加了一点中药进去调理。哦，我看着很多有其他的这个口味。我跟你讲，他们除了很多种口味，他们还有做礼盒，哎，不知道镜头有没有拍到？哎，来了，你都讲哦。其实基本以后除了带了擂茶了以后，人家喝擂茶一定要配个小点心嘛，是不是？小点心吗？对啊，小点心，你看基本你带了一哈。来看一下，你还有嘛？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牛轧糖啊，我自己也爱吃。对啊，你自己去做擂茶做诶。这就是我们的擂茶粉，做好的擂茶粉下去，然后用纯的麦芽下去调，传统的麦芽有吗？你都有去过擂茶做的那个牛轧糖，有去过吗？
有些高，有些高诶嘛，有些高。它是有这加杏仁是吗？加杏仁。我当初开始是喜欢传统的花生，因为像我们的花生是用台农十一号的花生。嗯、那、哦、后来我发现自己吃了之后，就觉得第二天好像觉得很上火。很花生就是比较上太燥了，浓烟了，浓烟。然后我就把它改成杏仁。嗯、哦，杏仁是比较，杏仁是吗？是比较冷的，是啊，比较偏凉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出油的，你看，哦，超冲的，哎，这个，这个已经成膏状，像软的，成膏状了，哎嘛，好，来来来，不太给他看一下，不太给他看一下，啊，泥状啊，这个敷脸哈、啊，那敷脸搞不好有功效的，哦，有啊，绿茶有抗氧化的效果，真的，抗老，哎、欸，你没做得敷啊？那哎，蝶果下次可以研叫跟老板娘研究研究呀。我年工给他吃咖啡嘛？对，他比较适合，我还年轻，面膜可以带喝。那好嘞，哎，你还搞了去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做好的擂茶粉会就是倒进来进行混合。哦，所以磨好磨所有的料，磨完之后最后一道就是把我们磨茶粉都加进去哦。啊，那老板娘，他加的这个磨茶粉是他们刚刚吃的这个糖果有用到的食材吗？对，有用到哎嘛，有用到，对，有用到。那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。这个礼盒，我们有把它做成礼盒。礼盒这一组的话，是我们礼盛，就是结婚啊所使用的。我们不是结婚喜庆会对六礼、八礼、十二礼。送礼十米礼有没有？一盒一箱一箱怎么送回礼了？对啊，我都讲到礼盒，讲到包装吼，我都先冲礼杯吼。哎呦，然后有人礼杯哦，也来来来，不是看一下，也还买个礼盒。这个哈、哦、，D R V 哈、哦，黄老师哦，高叔哎，你猛高叔哎嘛，高叔啊，他对着我们的行销包装，特别的有研究。我们来问一下黄老师，我们这个包装上面 OK 吧？哦，这个、很特别，因为它像这个是玫瑰口味的擂茶，然后它有玫瑰的形象，然后还有一个封套套着上去，让它的特色比较凸显出来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我们自己。花晚上的时间去做精心设计的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金色的部分是代表金门，那油桐花的部分代表我们的客家，海山县的客家，因为我是从金门嫁过去到客家媳妇。你的那个店就在台山县嘛，对对对对。古手老板娘她做这个花了不少的巧思哦。真的真的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哎，它好漂亮哎，很漂亮。那设计的。他可以自己搭自己的喜欢的口味啦。对，我们正常我们一般都是搭综合口味，因为我们自己贩售的都是单一口味。那我们希望送礼的部分呢、啊，他可以用综合口味，以后再买口味上面就会可以挑选他自己喜欢的味道。哦，就是您讲的客制化的嘛。老师，你看、啊、这个好漂亮，对不对？黑色底要配出这个绿色抹茶，真的好漂亮。这样这样整个的对比颜色很明显，然后这样看起来很年轻化，然后年轻人也会觉得很喜欢。年轻人会喜欢，年轻人有喜欢吗？对啊，年轻人都是喜欢客制化的。阿丽，你喜不喜欢这样戴着会不会 OK？这个就是随身带出去玩都可以，出去玩随便都可以喝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说是身上带着一小包，就好像带着便当一样，不会饿到。带偏档，偏档用还重哈？哎，他刚才都散档周身有冇？带了去，现在泡泡水果茶都不管都做一些，就不会饿肚子。你看一下，他们已经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哈，加完这个粉下去，混合均匀就可以冲泡，混合均匀最后就变成他你们这一包了嘛？对对对，随身包加进去哎嘛。哇，这里面有好多种口味，一色一杯的嘛，一色一杯。哦，这有不同的口味哦。无穷用的吼。要粉色，就刚我们用的那个叫做玫瑰擂茶。玫瑰。哎，唔系刚刚，唔系刚刚蜂蜜老板吃过呀？系咩？哦，系咩油系嘛？绿色的黑马甘，绿色就是擂茶。先是当我吃的。先是当我吃的。又香。我最喜欢喝的。对，有个一种个绿茶的梅汤。绿茶梅汤。要真香。啊、要有剔透的梅汤，啊，也是有，就是啊，可口，可口，不错，真好哦。做的，好，我们请我们这个北商的研究所的研究所博士老师，给母女来当评论家了，美食评论家，评论家。董厚生，董厚生，老莫波的擂茶茶呢？它的料很丰富。就虽然是泡、但是料非常的丰富。加哈都有看到，是真材实料、哦。真材实料。刚才就金门好，谢谢 Diego 跟哈克爱带来这么棒的伴手礼电炉哦，黑猫。谢谢喽。